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2017年 August 3rd, Thursday here in Taiwan, early in the morning, about 5 and one quarter before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okay? Early in the morning right now in Taipei, 是我是小宋，然后我们来录影这今天的第二段了，就是大概20分钟前到现在，这是第二段了，第一段正在上传当中，是吧？我发现呢，刚刚我操作的时候它跑掉了，画面跑掉，不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因为这手机跟原先的手机不一样，我原先以为是手机出状况，那我现在能确定是脸书的系统出状况，脸书的系统 The Faceboo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Facebook system. Okay, sure. And nowI herewith can make sure what's up and where the exact position, exact parts, something, not properly running, okay, on certain occasions, in certain time, okay, 好。那基本上我们在录这个是梁文音，已经过一分半，梁文音的是什么什么来录看看，来这段有点长，但是那个po文啊，有可能他没办法让我po到他的就是文字说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段也许就长一点。最幸福的是梁文音这个早期啊的小宋本身听这首音乐非常感动，是虽然版本不太一样，就是 video 的版本，就是 MTV 那个版本YouTube system 的版本不太一样，做一点适度的修正，跟现在我现在所连接的版本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所认为那个版本，它这边里面呢最末端的部分呢是它有些对语的，包括那位就是台湾出去的，大概是参与了日本二战的时候空军的行列吧，类似一种神风特工队的行列，那一位是女子，但是是一位老者了。那照片上面有写她的海滩跟她合拍嘛，跟她男朋友合拍。因为她男朋友穿了一个空军的服装啊，当然是日本的空军嘛，对不对？那基本上是在台湾所拍摄，上面有写日期。虽然这些都是虚拟的，但她有些对话是非常人感动的，是不只是那一对情侣，还有很多，是她基本上。我们所找到的 YouTube 就没有这些细节了，所以那后面还是有梁文音本人这一些独白对的海畔嘛，是不是？好，待会你就可以看到按照英文翻译这边，是前面的部分呢是我翻他的独白的，是 The former portions of this translation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monologue in the video. Yeah. And they are not the lyrics themselves among the original ones. Okay. And I combined them into the whole, the entire works and the English. Okay. Yes, welcome aboard.Our voyage will start here with right away. Leaving for the destination of this journey. 是啊，来，欢迎您搭乘我们的客运。我们的旅途从此地开始，即将展开。什么样旅途呢？这东西好讨厌，怎么回事？是啊，跑掉了。是我们重新再来一次，是那一样是分词，是分词的构，分词构句是没错。Leaving for 基本上就是 our voyage 了，是那准备要出发前往那个目的地，就是这趟旅程的目的地。Leaving for the destination of this journey。
你撑着雨伞接我那次已经足够我记得一辈子。我懂后来你不是不坚持，爱情本来就没万无一失。 No one could be able to forget those images. You carried an umbrella came to pick me up in those rainy days. 没有人有办法忘怀那些场景啊。你曾经带着伞来接我，在那些下雨的日子里，是吧？亲爱的，我确实知道，一个女孩真正懂得爱是什么的女孩，就是会让她的爱人选择他们之间的爱如何结束，是吧？好，带我们来做文法分析。A luckiest one comes from her memories to be an angel of youth. A face while he blew off the candles in a birthday evening.可惜爱不是童话故事，不能够永久依赖着王子。再难过，其实只剩两个字，我怎么忍心为难你解释？我最幸福的是当过你的天使，趁鼻酸能掩饰，让我们像当时拥抱最后一次。那基本上小松从这边借题发挥了。拥抱最后一次，最幸福的是，吹蜡烛时你有做为我许愿的手势，为挚爱的人在左边心口保留位置，是最幸福的事。最幸福的是对那片海，有你大海永远的样子。Told that ocean, shouting was another face.Unable to be lost. The phantom of our romance was never far away, despite I know it's not a fairy tale. Yet, it's also far from imagined. For there's always a room for a role acting as the heaviest heavies upon the scale.The last hugs would by no means be the last ones. Still. Now, why I'm dreaming. 是昨天晚上七点十分呢，是吧？对，我们一个画面停留至少三秒钟。然后我们注解的部分一并录进去之后 OK 等确保安全保障之后再来回去看看前面 OK 吗 Welcome aboard Voyages Right away Destination Living for 后面那个受词啊，就是叫就是我们目的地了，而不是要离开那个目的地，而不是离开那个地方。 Leave the place 跟 Live for the place 不一样，正好相反了，是 Live for 是往那个地方去，离开这个地方啊，是。Choose the way how their love ends. A luckiest one comes from her memories. 旧忆回忆呢？
shall another face. The phantom 是大家知道 ，phantom of opera 就是 phantom 鬼魅一样了。那不见得是有恐怖的意思，是吧？东西方有落差了，是这方面。Far from 说一点也不是啊，并非完全虚构，一点都不是，是真实发生过的。好，我们回去看看，在这里注解的地方，我的妈呀，我去看看。OK， 好，这一段 OK， 大林，亲爱的，我确实都已经学得，已经知道，已经知晓。一个女孩呢，哪种女孩真正懂得真爱，就是哪一种 ？Is who 是吧 ？A girl 是吧 ？Is who 是会让她的爱人 ，who lets her lover choose the way how their love ends， 选择这个恋情如何结束的方式，是不是？让对方选择，是当然。非常的哀痛，非常的悲伤嘛，当然了，字里行间是不是无奈嘛？只是为挚爱的人在左边心口保留位置是最幸福的事，表示那我不用 the luckiest， 我要用 a luckiest。真正的幸福来自哪里？我们最后注解地方有讲到，来自旧忆回音呢，不是吗？那后面还去修饰了，就变成不定词来修饰 memories， her memories to be an angel of youth， 是吧？这个 memories to be an angel of youth， 成为你的天使啊。是这样一个记忆啊，是不是？是来自于这样的记忆啊，为什么感到幸福，是吧 ？Of youth， 既然是告终结了，到后面再加上一个，你可以当做同位格，当然它基本上是个片语了，是不是 ？A face， 是吧？它真正的名字是 a face 啊，后面都修饰了。哪一种 face? Why he blowed off the candles in a birthday evening? 是不是在那个生日的夜晚啊，是不是那个脸庞，他吹熄了那些蜡烛的脸庞，我依稀还记得他，没有，我确实印象深刻他的脸庞，是不是？我们后面电扇声音会不会干扰得太严重？我一直很担心这一点啊，是吧？现在两分钟就凌晨六点钟了。Towards that ocean, shouting was another face.就是 another face was shouting atop that ocean， 就算是思绪调换一下。哇，这样的表情是吧？另一张脸呢、啊？是另一种时空之下另一个表情，是不是？那基本上我们之间的恋曲呢？那个影子啊，它绝不离去啊，也不遥远啊。尽管呢，我知道这不是神话，但是你要明了，这些一点都不是我虚构的，是它确实发生。当然，所以我印象那么深刻，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个位置，为了一个我什么而保留，为了一个那个，我天平上的最重的砝码嘛，这样讲，最重的那个
角色而保留，是不是？那个角色是 acting as， 我后面有讲到注解这部分 ，act as 就是它成为会变，就如同是，就如同最重的，当然是分量最重嘛，在我心头 ，upon the scale 是体重计 OK 啊，但是我这边放天平 OK 吧，在天平上最重那个最有分量那个是，我为他为那个角色啊。保留一个空间呢，永远都有保那个空间，永远在，是吧？那你看中文地方，不是在左边心口吗？保留那个位置，就呼应那个。后面还没有完，后面另外一句 ，The last hugs were by no means the last ones。是啊，虽然前面有讲到最后的拥抱，不是吗？让我透露出心事了。我用另外一种角度切入，最后的拥抱绝对不是最后的。为什么不是呢？那你看后面有讲到，仍然不是。现在，当我梦见你时，是吧？怀安居民，是吧？OK， 我们这边告一个段落，我看看这时间点 OK 吗？是2017年8月2号傍晚的差9分钟7点钟，我们看18点51分，就昨天傍晚嘛，就是因为晚上的时间。好，这边过去录了快17分钟了，这段我们今天录的这两段很长，但我们陆陆续续录之前我们有录过的，包括了是好，待会再看看好了。过去现在是早上6点2分了，2017年8月3号周四。哦，对不起，按错按钮了。